跟陆军叫顺行啦，要一万人给你往地方跑，往哪跑？不然你不要上火，然后你就全部台湾买药，你人工多大？你一定在。民生嘅最大嘅問題，甚至最近咧，即係都有人聽過我講，無論我哋呢一屆政府喺各方面，無論係改善啊民生啊、發展經濟做得幾好，如果不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咧，我哋都係難以感到滿足或者安慰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如既往，房屋問題係重中之重。但係房屋問題嘅治本嘅方法一定有土地。如果不是呢，就好像近日都有人批評啦，過去幾年推出了很多辣椒，批評得最多的人現在剛剛進來這個議事廳，他們未必能夠解決到樓價的問題。所以治本的問題是房屋供應，我們很努力呢在這裡做房屋供應的工作，土地供應的工作。謝偉俊議員，你夠時間的，還有一分鐘。是 啊，我想問，如果你是認為重中之重的，你不會假手一個叫什麼黃遠輝然後領導的小組來到去問市民的嘛，是不是應該你親自孭起這個政治責任？如果你想推什麼的，例如你說想什麼公私營合作，你這麼打得，是不是應該你自己去推這件事，去自己去做呢？就不是說找個黃遠輝，輸了就黃遠輝，贏了就林鄭月娥，這樣是什麼的政治承擔啊？對不起，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曾經講過，香港是不缺土地，是缺一個土地的共識。所以這個共識是要花時間來建立。我希望梁陶宇不要講風涼說話。我過去曾經是被你批評過，不是被你批評過呢，在沒有公眾諮詢之下呢為香港做了一些好事。所以今次呢，我是被社會有個充分的討論，去找到這些土地供應的來源。謝偉俊議員，多謝主席。行政長官閣下，早前咧有唐林玲女士咧就喺法庭內偷拍咧，被法庭判咗七日禁監，監禁七日咧，同埋近200,000嘅訟費咧。但系咧就刑滿之後，即系已經翻返內地啦。咁嘅錢咧眼白白凍過水嘅。吸煙定額罰款咧，好多訪港旅客咧就唔俾罰款咧，個比率高達21.5%，比本港人咧1.3%多好多嘅。大學生畢業之後拖數唔還嘅個案咧，有成11,400宗，款額成1.73億元嘅。咁啊，醫療方面啦，非符合資格嘅人士咧，爭嘅走嘅數咧，係包括婦產科同埋非婦產科夾埋咧，有成5,000,000嘅。咁啊，限奶令咧，2015年咧，裁判官曾經都講過話，史無前例形容限奶令被走數問題，仲要話少數怕長計，特首。咁啊，避免香港變成特首走數之都咧，冒險雞籠嘅情況下咧，究竟
政府當局有什麼辦法可以在增進這邊可以有些措施令到我們的走數不會那麼嚴重呢？不要說學營生展每年用14億這麼多錢，這些錢是很浪費的，希望特首可以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謝謝議員。謝議員提出我一定會關注這個問題的，不過當然一方面我們要保障公帑，但另一方面亦都要考慮實際去收回這些錢的時候有沒有為某些部分的人士帶來很大的困難，尤其是你提到是學生貸款那個追數的問題，另外亦都有一個追數的成本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就我很願意親自去看這個問題。多謝主席。譬如我當然我們不希望要禁入禁出禁嚴重，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但是你看譬如英國本身都由於譬如上個早排有個曼徹斯頓個案走成$5,530,000的數，令到當局都要考慮一下，就算非歐洲的居民都可能要在服務方面要限制某些服務，先付錢之後先做，即使連歐盟的居民都要跟進的。這方面我們會不會考慮一下外國的做法呢？好像包括譬如日本的大阪府都現在委託研究機構是可以展開調查，看看什麼辦法可以令到這些走數是會盡量減低呢？當局會否跟進呢？令到香港市民不要覺得我們今年加了那麼多公務員的人額名數了，但是我們的走數一樣那麼嚴重呢？謝謝長官。很多謝謝議員做了一些海外的研究，我希望謝議員都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研究的結果，我們會認真看。郭榮鏗議員。特首，我曾經都是多次追問過關於現在空置物業的問題，你都知道現在有超過9000個空置住宅物業在日日在曬太陽，而市民的居住的問題是水深火熱。這些這樣的空置的單位他們不是商品，每一個都很重要，一個都不能少的。其實空置稅的這個課題我跟財政司司長和其他官員都討論過很多次，其實公民黨已經多次提出了這個方案。其實我們研究過，如果你要做空置稅，我們最近看到說可能透過差餉去收空置稅，但是這個空置稅怎樣收都好，必須要入獄，令到發展商真的會將這些單位是盡快放出去市場那裡。如果透過差餉去收不是不行，但是其實我們研究過都是要來立法會去改差餉條例，亦都要改這個稅務條例，令到差餉不可以變成是讓發展商可以在他那個利得稅或者那個其他稅項那裡是可以扣減的，這樣才是可以令到這個空置稅如果真的推出來是不會被人覺得是一個花瓶，或者是被人覺得沒有用，一定要是入獄。我想知道究竟現在政府在空置稅的研究，兩個星期前司長就說差不多研究到尾聲了，但是其實這個問題提出了很久了，其實市民是很想盡快見到有這個空置稅，令到更多的住宅物業單位可以盡快推出去市場。特首，我想問何時會見到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真的有最後的決定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謝郭議員，他對於這個議題都非常之上心。這個在陶謹申口中的整色整水的措施已經研究到最後階段，我可以在這裡說在本月內，即是在6月內政府會有所交代。主席，郭榮鏗議員，陶謹申議員 的意見我一向都很尊重，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夠同意空置稅是整色整水，因為空置稅它能夠做到的就是起碼它將現在9000個10000個單位盡快逼啲地產商在未來呢是可以推出來，令到市民是更多選擇，亦都在長遠來說是不可以給這些地產商是繼續囤積這些這樣的單位。所以我希望特首你聽到市民的心聲是盡快推出這個空置稅。當然其他我們要興建更多的公屋，撥更多的土地給房屋署去做公屋，這個亦都是非常重要，但是現時我見到可以馬上做到的就是空置稅。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謝。看來呢，這個議題在立法會的即使政見相同的議員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就留待第日大家辯論了。因為在香港的情況呢，任何去徵收稅項，無論是差餉啊、稅項呢，都是要經立法會來到同意。多謝主席。張國坤議員。行政長官，我這條問題呢就不會整色整水，我會單刀直入。前日法院就住旺角暴動案就判刑，
咁幾個暴徒咧，終於就受到法律嘅制裁。近年咧，一啲政客經常將勇武抗爭啊、違法達義、官逼民反等等呢啲煽動嘅口號咧，係掛喺嘴邊，將好多暴力嘅行為咧英雄化、合理化，結果咧就搞出旺角暴動呢一個嘅大頭佛。暴徒咧就四圍街頭縱火、掟磚襲警，目無法紀。但可悲嘅咧就係一啲有心人咧，唔單止未有幫手咧去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更加咧係歪理連篇。有身為大狀嘅議員咧，就鼓勵年輕人話留案底會令人生變得更精彩。有議員咧就話佢早應該咧勸旺角嘅暴徒咧留喺美國，唔好翻香港。亦都有英國嘅政客咧就胡亂批評特區政府咧濫用法律去檢控暴徒，故意咧係無視我哋香港司法審判咧係獨立唔受行政干預嘅。我想問行政長官，你會發放乜嘢嘅信息去駁斥呢一啲嘅歪理，等我哋嘅年輕人咧唔好再被人誤導、誤入歧途、前途盡毀，亦都等海外嘅國家或者地方咧唔好誤會我哋香港咧係出現咗行政干預司法嘅情況咧？行政長官，多謝阿張議員。我已經喺昨天早上開行政會議之前咧，發放咗呢個信息啦。呢個信息咧係三點嘅。第一咧就係每個人對於法庭嘅判刑嘅輕重有唔同嘅意見，呢個係冇問題嘅嚇。但係由於佢不滿意法庭嘅判決，由於佢自己有咗一個牢固嘅立場或者一個政治嘅傾向咧，而去詆毀法官或者去蔑視香港嘅司法獨立咧，呢個係非常之要不得嚇。發放一個非常之差嘅信息，對於香港呢個法治嘅地方咧，亦都係有損無益嘅。第二個嘅信息咧，就係我係鼓勵亦都歡迎青年人有正義感，關心社會嚇，見到不公義嘅事情咧係發生，但係一定唔可以違法。如果係採取咗違法嘅行為咧，咁只能夠係接受法律嘅制裁啊。第三點我發放嘅信息咧，就係我都希望好似剛才啊張議員所講咧，即係我哋講嘢嘅時候咧，都要負責任嘅，唔可以隨便咁咧去引導呢啲青年人將一啲違法嘅行為咧，將佢係美化咗啊，理想化咗，令到佢哋即使受咗法庭嘅裁決之後，都唔知道究竟係犯咗乜嘢錯，咁樣對佢哋嘅長遠嘅傷害咧就更加大。我今晚咧就會啟程前往去歐洲。其中就去歐盟，正正就係做呢啲向外嘅解説嘅工作嚇。莫乃光議員，主席啊，我就呢個禮拜去咗幾個都係關於智慧城市嘅好多論壇啦，我哋都關注到香港落後同埋要急起直追啦。琴日電訊界咧都有成200多人咧就一齊傾。就特別係關注到咧嗰個電信基建嘅頻譜規劃嘅落後啦，同埋咧而家我哋若果冇咗呢個好嘅電信嘅頻譜嗰方面嘅規劃，我哋點樣樣可以有足夠基建去做呢個智慧城市咧？特別喺 5G 嗰度咧，嗰、那個就頻譜推出嚟就已經夠遲噶啦。咁咧幾年前咧，我哋叫政府去處理嗰個衛星站要搬遷嘅問題，但係拖到而家咧，如果我哋2021年出咗嗰個嘅5G 服務咧，恐怕仲有幾年嘅時間咧，依度紅色嘅地區，包括成個大埔啊，包括科學園、中大啊、工業村咧，都係冇 5G 服務嘅。咁咧，我哋就知道啊，而家政府咧先至係有啲後知後覺咁樣先至去處理呢個問題。上幾日咧先至同業界去開會，咁但係咧就淨係得通訊辦喺度，亦都個問題係唔係得到好有效嘅解決，或者提到啲方案出嚟，都淨係話咧，唉，好難搞㗎咁樣樣。咁我想問啊，行政長官有冇辦法係可以提升嗰個層次嘅關注度，跨部門咁去處理？譬如開上次個會咧，得通訊辦其實好多其他部門需要參與嘅問題咧，佢哋係幫唔到嘅。行政長官，一個有效嘅通訊嘅網絡咧，係成為智慧城市嘅最根本嘅條件嚟嘅。咁所以呢個議題咧，亦都係由我親自主導嘅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咧喺度睇緊。事實上，我哋今個禮拜初咧，亦都就住呢個 5G 喺香港推出嘅問題咧，喺呢個委員會討論過嚇。而家全球業界普遍都係預計呢個 5G 嘅服務咧，將會喺2019-20咧就面世。香港喺開展商用嘅 5G 服務咧嘅步伐上，
並不如頭先阿黃議員所講，或者最近有一間電信公司批評我哋落後得咁緊要嚇。其實係同先進經濟系咧係相若。我就睇過一個表咧，我哋同其他嘅先進國家嘅比較係點樣，甚至在所謂高頻率的26吉赫和28吉赫這個頻段推出的 5G 服務的時間表，我們根本在世界前列。所以我希望呢，莫議員，尤其是你代表，即是都是資訊科技界呢，都要看清楚我們的策略是怎樣。我們也都很願意來立法會來到去匯報。如果容許我呢有30秒，我想講這件事。最近就著政府推出的三大的措施呢，引嚟咗業界，或者唔係業界，引嚟咗業界裏邊嘅一啲嘅持份者嘅大力嘅反對。先有強積金對沖，後有呢個空置税，而家有 5G 服務。大家認真睇下，反對嘅人係咪屬於各位時常口中所嘅既得利益者？如果係，作為立法會議員，必須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柯創盛議員。多謝主席。特首這條問題就跟公眾利益為依歸有關。特首，香港的房屋問題就是重中之重，香港市民就越住越細，越住越貴。現在還是香港連續百年是蟬聯全世界樓價最難頂的地方。一個家庭不吃不用都要19年，計過要19年以上才可以置業。而居屋亦是現時一般市民唯一置業的希望。不過很可惜，居屋的方面年年供應都是不達標的。另外一方面的售價都是拍得住私人樓年年都是破頂的。就此很想問特首，民建聯和全港市民都想特首做一些事，在供應方面是否政府可以考慮將一部分的私樓的用地是改為資助房屋，最低限度要保住每年8000個資助出售房屋的供應。另外在售價方面，政府會不會研究是跟市價脫鈎，不要死守七折，而回復過往是一個折扣的彈性，以走一走我們一般申請人的負擔水平。行政長官。大家都記得我在我的競選政綱和施政報告去到房屋的政策，我都是比較傾向以置業為主導，即如果是都是找到地，亦都起到樓，如果市民亦都有呢個置業的訴求，咁應該是方便市民能夠擁有自己的物業。所以隨住呢個嘅方向咧，就柯議員提出的居屋將要是重要的一環。所以無論在增撥土地興建資助出售的房屋，居屋好、綠置居好，或者稍後的首置上車盤好，都是我們的工作的方向。但是有了地、起了居屋，如果個售價亦都是市民難以負擔呢，咁都係得個講。所以在大概兩次之前的呢啲質詢大會呢，我都是承諾了我會親自睇呢個居屋的定價的問題。因為是早前都大概社會上都接受，但去到2018呢一批4000多個單位的居屋呢，就真係引起了很多社會的迴響。高達10000一尺的居屋呢，是令到市民覺得是不是跟我的負擔能力都脫一截呢？所以這個問題呢正在度研究緊。首我想再追問一下你，其實你這個答案我聽過很多次了。我很想特首可不可以向公眾、向香港市民承諾，究竟你的推行時間表是幾時？會不會在下一期的居屋就將這個售價處理得好，是做到脫勾這個工作呢？特首。行政長官。我員工道一點，我剛才說的答案不是聽了很多次，是大概上一次我就爭取答應該是郭偉強的提問，我就說我要看。如果我不講一句咧，根本你得到嘅答案咧就係行之有效嚇。呢一種嘅機制咧就係行之有效嚇，亦都有一定嘅靈活性。咁所以我應承你，我親自睇咧，希望俾到你一定嘅信心啦嚇。石禮謙議員，多謝特首。特首，我好高興聽到你話公眾利益為依歸，我諗全香港700萬人咧都係支持嘅。依、這個唔需要諮詢噶啦，或者可以如果要諮詢嘅咧，就去公投問一下，依、這個係啱嘅。局特首，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公眾利益為諮詢，你知唔知道而家訴訟嘅費用咧係只係有錢佬先可以去依個喺法庭訴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啲法律界嗰啲人咧係話代表人民，但係佢哋當佢自己個利益嗰陣時咧，
就是沒有去代表人民的心聲在這裏。是現在由自己大狀呢，大狀是因為他們不可以讓其他人 去上法庭，只是他們才可以做。我想問特首，為了公眾利益，會不會開放給多些普通法的地方的大法官呢 來香港上法庭的呢？大律師，大律師，行政長官，作為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我當然希望在各界都是開放的，尤其是這些專業服務。但過去這兩年呢，本會呢也就著另一個的專業，即是醫生的開放呢，是激烈辯論了，最近都叫做有一個寸進，我真的覺得那個是寸進而已，但都起碼呢就是有一個改變。所以往後就著不同的專業服務，特別是香港很缺乏或者是那個消費水平很高的，還有沒有空間可以開放這個專業服務的市場呢，就本屆的政府很願意提，但是能否做得成呢？我想石議員都知道啦，就是又好像我剛才說了，就是很多的利益的問題，但是我們一定是會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的。多謝主席。石禮謙議員。主席，剛才有說關於這個空置稅，我們如果是地產界都支持，如果你真的可以公平地去處理，但我想告訴特首聽，你所謂時有些人說九千個很多，一年都是那萬幾、萬八個、萬九個私人樓，但九千個呢，有六千個呢就是2017年才完成，又給了一些入伙紙，但有很多是未有滿意紙，有些是賣的，所以說現在不是九千個特首，是只是三千個而已。那我就希望那些說是九千個那些呢，希望去做多些了解多些情況是怎樣，就算是有九千個賣了出來，那市場呢是有人決定去買還是不買，是同埋咧，我哋嘅基本法咧105咧，俾到我哋有一個權去自己決定係咪租啊，係咪賣啊，咁唔係話我一去要起咗出嚟就要賣，有啲係我嚟收租嘅。啊，特首吳永嘉議員，主席，粵港澳大灣區嘅規劃其中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咧，就係實現一小時生活圈。咁前日咧，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咧就公布咗一項大灣區規劃嘅民意調查。咁就發現有四成受訪者認為一小時生活圈咧就不可行，主要原因咧就係外地資訊唔夠自由啦，同埋兩地交通咧仍然係不便嘅。咁我想請問特首啦，喺依一方面可以點樣幫幫香港人咧？例如我哋即將會開通嘅廣深港高鐵，提供係咪可以提供更高效或者更廉價嘅票務安排，咁以具吸引力，等香港人可以真係可以一小時生活圈咧？同時咧，可唔可以同通訊局方面盡量想計，可唔可以全面豁免大灣區內電話通訊嘅網絡嘅漫遊費用啊？滕業長官，多謝吳議員。吳議員都聽過我哋講咧，喺呢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嗰方面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先決嘅條件要做得成咧，就係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嚇。咁所以點樣能夠喺呢幾方面咧，更加係暢通無阻？咁樣去流通咧，就會係是否能夠成就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因素嚇。譬如我哋鼓勵好多企業入去做優質嘅服務，但係如果資金不能夠方便咁去匯翻嚟香港咧，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人流當然係啦，你有咗基建之後，但如果通關係要排長龍嘅，咁亦都係一個嘅窒礙。咁所以呢一系列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會係透過粵港澳大灣區稍後出台嘅發展嘅規劃咧，就喺三地政府裏邊去商量。如果三地政府商量有咗一個共同嘅睇法，但需要中央嘅政策嘅配合咧，咁我亦都係會連同廣東省省長同埋澳門行政長官咧，向中央嚟到去盡力爭取。吳永嘉議員，主席，我想頭先我有個問題就係，有冇可能喺大灣區呢九加二嘅城市裏邊咧，我哋嘅電信即係電話嘅漫遊費用有冇可能豁免咧？呢個都可以係多謝主席討論嘅範圍。不過我知道而家係有一個，不過我唔可以同人賣廣告啦。有一個 plan 喺一個計劃咧，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嚇。邵家俊賢，多謝主席。前年大年初二咧，旺角騷亂案。
盧建文、梁天琦、黃家駒分別被重判7年、6年、3年半。特首，我想告訴你，社會深層次矛盾並沒有因為重囚而得到解決。我注意到1956年雙十暴動之後，港督葛亮雄即時進行調查。1966年九龍騷動之後，港督戴倫子更啟動了獨立調查委員會，訪問當事人盧雄、盧景石、盧琦，之後完成了167頁的九龍騷亂報告。結果顯示中央集權，下情不能上達，所以民憤如乾柴，見火即燒。我想問特首，就住旺角騷亂案，會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獨立的調查？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小委員答案是不會，因為呢就我昨天都講了，任何時候任何政府呢都是會有改善的空間，無論我們做得多完美，社會都是有不滿的聲音，都會有一些焦慮，但是這個不是等於可以去犯法違法嘛，所以我也不覺得現在香港的情況去到你說那種嚴峻。如果真的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調查在多年來是什麼人不斷去灌輸這些違法達義、以身試法、公民抗命的訊息。多謝主席。邵家臻議員。主席，特首，你如果用這個態度去回應這個旺角騷亂，我想問你和特首，你和前特首梁振英有什麼分別呢？大家都是未審先判，大家都是未做研究就已經有結論，你為什麼不可以正視一下在社會上深層次的問題呢？剛才你說的那個可能是其中一種分析，但是裡面為什麼不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準確的分析，以至於我們在社會上是可以在這件事裡面有些得以學習、得以發展呢？主席。行政長官，我不知為什麼邵議員會說未審先判，有關兩年前的旺角的暴亂事件已經先後有20多人被法庭是判決了，法庭每一次的裁決都是有清晰的說明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判，為什麼是要定罪。請邵議員認真看看法官的裁決。郭偉强議員。多謝主席。特首，首先多謝你記得我上次問的問題。今天我都是問房屋的。縱使政府有部署，但樓市就從來都不等人的，樓價又再一次創新高了。長策咧係有目標，但係就唔達標，淪為咧紙上談兵。實際上嘅六四咧係達唔到嘅。建屋公營房屋嘅建屋進度咧仍然都係緩慢同埋滯後，未來5年仍然都係有短缺，令到公屋輪候時間只會繼續上升。究竟有冇措施追落後咧？雖然話地鐵上蓋起公屋都係一個選擇，究竟最快幾時有得住咧？有幾多個項目可以做呢？市建局的土地又是否能夠加入去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一部分呢？都是主席。行政長官。主席，我完全明白到議員無分黨派對於房屋問題的個焦慮，我同樣都是有這種感覺。我亦都可以告訴各位議員聽，雖然我們未有一些很具體的措施出台，但在政府內部審議這個議題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要治本一定要有土地嘛，我就算將啲地撥嚟撥去，由私樓撥俾公樓，咁都係即係分撥啲土地嚇，冇增加到土地嘅供應咧，嚟到多建房屋咧，滿足社會嘅需求。但係可以講咧，我哋而家諗緊嘅事實上係既有長期，咁啊要好耐時間，但係我哋都爭取有冇一啲短中期能夠增加到土地可以興建房屋嘅方法嚟到做嚇。希望郭議員和其他議員就再給一些時間我們，將我們做的工作梳理好之後可以跟社會交代。郭偉强議員。主席，剛才說了六四都未達標，但是很希望特首能夠將這個指標提升到73，因為事實上我們要追回落後，我們未來一定要大刀闊斧去調撥這些土地的運用，令到市民相信政府對於增建公營房屋和資助房屋是有決心的。行政長官。郭議員，這個可能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建議，不過同樣地亦都有一個組群，一批比較高收入的人士是在政府的資助出售房屋以外的，即是他不能夠享有去申請購買這些資助房屋，所以如果令到私樓的供應亦都是斷層，
亦都會導致那裡的樓價飆升，又有另一個組群的人就對特區政府就非常之不滿，所以這個平衡的工作我們是要很小心做。最王道的做法就是增加供應，令到兩邊都有充足的土地能夠可以興建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滿足社會的需求。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到此結束。當行政長官林卓廷議員，我已經第一次警告你，你如果再是你們叫囂，我馬上驅逐你們離場。尹兆堅議員，我最後警告你。行政長官質詢時間結束，現在舉行立法會例行會議。第一項。